马云算是一个传奇人物，从平平无奇到如今成为一个商业巨人，马云用自己的努力向观众证明了成功。日前，马云在一次演讲中讲到，中国演员演什么都不像，演农民谁演谁都像。中国演员啊，演什么都不像，演农民谁演谁都像。我以前给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讲，中国演员演什么都不像，演农民谁演谁都像。本身每个人都是农民出身，中国人基本很奇怪，过了五六十岁都有回到乡村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来自于乡村，我们来自于农村，所以我们希望只有把农村变得山清水秀，只有农村能够发展起来，农民能富起来，农村真正像个乡村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才能落叶归根，回到农村的感觉。是的，中国演员啊，演什么都不像，演农民谁演谁都像。本身每个人都是农民出身啊，中国人基本上很奇怪，过了五六十岁都有回到乡村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来自于乡村，我们来自于农村。